久违了，战场。 空电区里波动异常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高的崩坏能浓度。敌人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，搞什么？就算是绿者也太作弊了吧！我来牵制敌人，优先确保伤员安全。修伯利安还能启动吗？左舷装甲脱落，动力室受到正面冲击，避震系统也有损伤。恢复航行需要时间，你现在的转化功率。冷静点，告诉我还有多久就行了。三分钟，再坚持三分钟，我们就能离开这个鬼地方了。 抓紧时间，正在前往目的地，就由你们来热身吧。你就是我的对手了。 就由你们来热身吧！烈焰焚尽！正在前往目的地。 收到。我不打没有把握的仗。 牙医会合了，但 Kiana 她，在 Kiana 的体内检测出高浓度崩坏能，检测值4458红瓦，真希望是探测器出故障了。那你的机甲部队呢？先遣部队的67架机甲信号反应全部消失，而敌方数量完全没有减少，甚至还有大量增援在不断加入战场。现在的情况怎么也不能说是乐观。我明白，那也只能赌一把了。 只要能唤醒提安娜的意识，我们就还有胜利的机会。再不出来的话，不知道这次能不能刷新最短的记录。向我朝拜吧，垃圾们。 德丽莎和雷电牙医正在与绿者周旋，但战场被崩坏兽分割，机甲部队被困，无法提供有效的援助。敌人的数量实在太多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们会失去前方部队的联络。
情况比想象中的还要糟糕，要在这里启动它吗？那样的话就能一口气缩减战力的差距。不行，那个系统是只能使用一次的杀手锏，现在还不能使用，得等待更合适的机会。你醒了？什么？这位小姐，你是想白白送死吗？好吧，看来你心意已决。不过，至少让我给你一个建议吧。带上这把武器，你会用到它的。不用谢，记得还给我就行。可千万别弄丢了。舰长，比预想的要简单吧？看来是我多虑了。孱弱渺小，不自量力，垂死挣扎，只不过是加速死亡的到来。过了这么久，你还是不明白这个道理。小姑娘，你为何又要阻挡在我面前？少啰嗦，那个身体不属于你。可笑，这具身体是贪婪的人类为我所制造的容器，是为我的降生所准备的祭品。对他的空间能力，我们束手无策，就连接近他都很困难。和温蒂小姐和我都不同，这就是绿者真正的力量。不过嘛，蝼蚁也有蝼蚁的价值，看着你们木偶般拙劣的舞蹈也不失为一种乐趣。贝拉，去指导一下他们的舞姿吧。是攻击要来了。亚音，小心。崩坏能力场防护盾功能正常，驱动中山吹全技能解放，以最大功率开始运转。Bronia，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好久不见，亚裔姐姐，学院长，看来 Bronia 正好赶上，休息的已经够久了。 Bronia 现在归队。开场，不过也罢，该女主角登场了。那么就进入正剧吧，正好这个舞台我也看腻了。比预想的要简单吧？看来是我多虑了。景色变了，不，
是我们被传送走了。和修伯利安的通讯中断了，无法确定我们现在的位置。是时候轮到反派一个一个退场了。首先，是那位发型奇怪的小女孩，接着是那个拿十字架的小姑娘，最后我的半身只留下你我二人在这片舞台上继续我们未完成的仪式。好了，让我好好欣赏一下吧，蝼蚁们究竟会如何挣扎。牙医罗尼亚，保持阵型，做好战斗准备，要上了。不会让你得逞的，这场战斗我们绝不会输。有几种用法吗？要和德丽莎一起睡午觉了。你了，小姑娘。学长，虽然看起来很小，倒也有点本事。我从你的眼中看到了对他的关切、爱护，还有满满的愧疚。我想起来了，在我沉睡之前也见过这样的眼睛。那双眼睛的主人天真的向我伸出了援手，自以为能保护我，但他根本就不理解我，也根本什么都无法拯救。他只是沉浸在救赎和救济的自我感动中。和那时相比，你还真是一点长进都没有。是啊，我也很清楚。这样就抓住你了。你终于进入射程范围了。又是这些锁链，你究竟还想试几次？这一次可不一样。伊甸之心，低额定功率，最大输出解放。逃不掉的，犹大已经抓住你了，就算死也绝不会松开。哦，是吗？你不会以为这种过时的玩具真的会有用吧？什么？觉得小聪明得逞了吗？看见胜利了吗？产生希望了吗？精彩的剧目总得有惊心动魄的反转，真是让我看到了美妙的演出呢。想要活下去的意志，对未来的希望，拼尽全力要去守护的一切，以及所有这些，在我面前什么都不是。你们的存在根本就毫无价值。报告，
检测到了剧烈的崩坏能反应，波长和静谧宝石的数据完全一致。静谧宝石？不，等等，果然从一开始就在了吗？作为激发绿者意识的媒介，静谧宝石已经被植入 Kiana 的体内了吗？这可是学院长的职责啊。崩坏降临，你们想要夺回这具身体，想要拯救这个女孩吗？是吗？是吗？她是你们重要的伙伴，重要的家人吗？一同创造过珍贵甜蜜的回忆吗？结下过牢不可破的约定吗？既然如此，就让我用他的身体，他的双手，把你们一个一个的杀死吧，让他最珍视的人为了拯救他而遭受最恶毒的痛苦，最残忍的死亡，让美好的过往一点一点支离破碎，在绝望和悲痛中走向幻灭。我要你们扭曲的面容，残破的肢体，成为他眼中最后的景象。亲人、朋友、幸福、梦想、未来、希望，他不该拥有，不配拥有，不将拥有。牙医，牙医，我挚爱的半生，我炙热的灵魂，无需再等待，拥入我的怀抱，重新化作我的力量吧。牙医，政府宝石正在被他吞入身体。啊，多么悦耳的雷鸣，多么美妙的电光。来吧，来成为神的祭品吧，此刻正是审判之时。审判，准备好接受你们的命运了吗？看来飞来了一只不识趣的小虫子。你是班长？人类，你们胜利的滋味真是令人愉悦。多谢您的信任。要喝杯茶吗，舰长大人？抓住你！
过去你自然保护你，遵命。危机还未解除，遵命。不要担心，我会保护你。不请进来的客人。任务完成，让您久等了。